来喽！回来啦！买啥了？这个按着指示买的。放这儿吧，看。你看行不行？黄瓜多少钱一斤？哎呀，忘了问了。这买菜不问价啊？四个黄瓜吧。啊，反正四块钱，一块一元。嗯，厉害，买菜不问价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姐，强哥买了几根黄瓜，今天用黄瓜来包个酥馅饺子吃。先把黄瓜给它洗一下，还有两根，昨天剩了两根。洗净的黄瓜给它擦成丝，要不二姐我来吧。行，这体力活我干吧。哎，擦起来。男人干活的时候是最美的最帅的。每天不帅，干活的时候才帅。平时不帅，你多干活呗。对，擦好的黄瓜加一勺食盐，杀一下水，给它搅拌一下，腌上十分钟。泡点木耳。黄瓜已经腌出不少水了，咱们现在给它把黄瓜挤一下。吊笼不吧？不要。黄瓜汁给它过滤一下，用挤出来的黄瓜汁和面，怎么样？一点都不浪费。对，那么出来是绿饺子，营养又美味。搅成面絮，挤压成团儿。揉成团儿。醒面三十分钟，将挤过水的黄瓜再给它切一下，将黄瓜放入大碗中，泡好的木耳给它洗干净之后切碎，木耳给它放到黄瓜里，炒锅加入食用油，炒几个鸡蛋。炒成鸡蛋碎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鸡蛋碎给它加到馅儿里，加入一把虾皮，加入葱姜末、食盐、花椒粉、熟油、小磨香油、蚝油，给它搅拌均匀吧，馅料。蓬蓬有些小了，挺好的面团，我们切上一块，将面团给它搓成长条，切剂子，切好的剂子给它按扁，包饺子喽。来，添个菜。吃啥？你姑娘爱吃。
买的肥肠？对。为啥要买肥肠呀？我问你姑娘，我说咱们今天全是瘦的，你姑娘是要去转一圈，就买了个这。是你想吃吧？她想吃。谁想知道的？饺子包好了，水开喽，煮饺子喽。饺子熟了，出锅喽。这是密谋买回来的肥肠啊，密谋。嗯，尝一尝。好不好吃？嗯，可以。哎，能够，真能够。胳膊长的，怎么跟倒计时似的？胳膊长的。这妈妈饺子包给端过一盘来。对，不能够着，能够着。别客气了。对。对。嗯，您一盘饺子。嗯，我这个。就就行了。对，而且能不能给我拿个杯子？辣不辣？喝点儿啊。喝点呗。白的啤的。来了。辣椒酱你们放不放醋嘞？辣椒酱不要不要，我不要不要要吧，给个面子。给一个吧。汾酒，喝几个杯子？小夏你喝吧。看几个人。喝点也行。我出去要送女儿上学，骑电瓶车又不开车，电瓶车也算酒驾。电瓶车都不能骑，你走着去吧。走着去吧。好不好吃？嗯，黄瓜馅的。哎，自己。嗯，好了。哎呀，我有。嗯。呀，我有半个月。没喝过白的了，没喝白的了，我都快半天没喝白的。好喝不？还是那个味儿，还是那个味儿。你是不买阀门了？不买了，都装了。装什么？万一有个管子破裂啥的？不是，他那个是那个加压的，让你循环。更暖和。比如说你屋里不暖和，这来回这样水流快。他是这样。嗯。对。加压泵。加压泵。他那个我不用。不用，他那个来了就很热。嗯。最后决定了。不是你屋里凉快点有办法，你穿厚一点什么的也舒服。嗯。要那么热，窗户开又不能开窗户。哎，热了也难受。他那屋密封太好了，对，我这冷也不舒服，热也不舒服。嗯，黄瓜饺子比较清淡，清淡，但是吃热的。嗯，这是多多最爱。嗯，放米多。西红柿。现在西红柿不太好啊。现在西红柿不太好，那更难的。对。